欢迎来到 USGS 云端高清视频会议。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是美国的钻石总裁和平老师。和平老师是一位成功的旅游业经营者。08年金融危机后，传统生意经营越来越难。2011年，他和太太在临近退休之际，选择了一个崭新的创业平台。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获得了身心的健康和令人羡慕的财富自由。现在，他们的生意已经拓展到了40多个国家与地区。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隆重邀请和平老师与您分享最新领先趋势的全球商机。全球集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和平，很高兴我们今天用我们 USGS 系统首创的是独创的云端高新科技系统做一场全球的视野说明会。那么今天很高兴看见网上已经有超过536位朋友已经在世界各地上网来分享这个商机信息，每一秒钟这个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所以正如刚刚前面的简介一样，我是一个做了30年传统旅游业生意的人，可是传统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我和太太在5年前我们看到了杰思平台所代表的3大趋势，那就是抗衰老生物科技，以及抗衰老市场的需求，生物科技需求，也还有呢就是电子商务的趋势。所以我们毅然转换人生跑道，5年以来杰思平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获得了健康、年轻和财富自由。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呢？下面我将和大家在30分钟好好的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商机。这个商机呢，它其实是2009年9月9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有一对美国夫妇 Randy Ray 和 Wendy Lewis 他们创立的美商杰思公司所开创的。这家公司6年时间把生意扩展到了全球120多个国家。之所以发展迅速，因为这家公司的平台汇聚了最新的生物科技，做了网络上的全球这个生意的拓展，而且呢它的生意模式可以说是融合了传统生意、电子商务、传统直销的最优势的部分组合起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新经济模块。在6年时间，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Randy Ray、Wendy Lewis 和我们的市场策略总裁 Scott Lewis 把这家公司经营的有声有色，从第一年的业绩3000万美金发展到第6年，去年的业绩2015年达到了11亿美金，进入了全球网络营销界的前16名。6年以来，凭借着他出色的生物科技技术和他先进的创新的生意模式，改变了全球无数人的生命和他们的人生。这个全球化的通路和独特的生意平台，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014年和15年，这家公司连续2次获得美国商业大奖。这个商业大奖来之不易，它是每一年在数千万家美国商业企业当中，经过专业人士海选，最后呢挑选出来最佼佼者来获得商业大奖。美商杰思公司2014年和15年分别在它成立第5年和第6年连续2次荣获大奖，不得不让同行和商业界对他刮目相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家公司的技术、产品、模式和市场代表着未来商业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这家公司在2015年还被美国 Inc. 500 杂志，Inc. 500 就是500强企业杂志，评为美国发展最快的网络营销企业。大家都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那么
全球的电子商务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而美商杰斯公司在2014年被评为网上发展最快的网络营销企业。一家企业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先进的技术、有效的产品。当然，美商杰斯公司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我们医疗团队顾问们给我们推出的是目前生物科技领域里面最新最新的技术，被称之为叫细胞优化系统。因为人类对生老病死的探讨已经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很多的医疗方面的解释说，人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来源于遗传啊、疾病啊、瘟疫啊、饥饿啊，或者来源于我们的环境污染啊，以及呢个人生活的不节制，那大鱼大肉、抽烟喝酒熬夜。但是还没有说到根本，根本的点其实就是最近30年生命科学研究当中的一个最重大的理论突破，那就是人的健康和细胞有关，人的亚健康和各种疾病老化都是源自于细胞被氧化、被自由基清晰、被异变了。所以在美国有位著名的医生和总统医疗顾问在多年前写过一本书，称之为万病之源，细胞生病。所以根据最新的生物科技的发展、生命科学的研究的发展，我们美商杰斯公司医疗团队的顾问，我听一下，推出了我们的细胞优化系统的这个产品，它包括了六大类，分别帮助我们细胞、皮肤的细胞恢复年轻，帮助细胞抗老化，帮助修复我们染色体的端粒与延长，保持能量平衡，同时还有帮助我们的减肥啊，以及呢迅速的消除眼袋。我们的医疗团队顾问 Nathan 纽曼博士是美国干细胞研究的先驱，他在洛杉矶比华利山庄经营一家大型医学整容中心，从事医疗整形和再生医学研究。那十几年前他看到了干细胞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所以投身干细胞研究，运用干细胞的技术啊，当然是他的专有的独特的专利技术，帮助这个病患进行再生医学和整形，同时也运用他的干细胞技术帮助人们在皮肤抗衰老方面有他的独特的建树。他运用他的专利技术发明创造出了一个生长因子技术，200多种人体生长因子帮助人们的皮肤恢复年轻，保持健康的状态。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复活基因系列，复活基因系列 Luminous 系列。这个系列的产品它根据我们皮肤之所以年轻，是因为皮肤底层的细胞新陈代谢活跃，生长因子不断分泌胶原蛋白，从而使年轻时候的我们皮肤细嫩。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细胞的老化，生长因子逐渐的不工作了，分泌的胶原蛋白越来越少，所以男生女生到了中年以后、老年以后，我们的皮肤就显得薄了，就显得空洞了，那么皱纹、疤痕、松弛现象就出现了。但是 Nathan 纽曼博士运用240多种的人体生长因子，我们抹到皮肤上，它可以透过皮肤进入我们的真皮层，激活我们皮肤底层细胞里面的生长因子，让它们重新工作，重新分泌我们年轻时候的胶原蛋白，从而使皮肤得到良好的抗衰老的一个结果，以及帮助皮肤恢复年轻。我们看一些医学检验报告，通过第三方的医学检验，在最近对男女生使用我们产品的一个医学检测报告，我们看到如下结论：100%的使用者愿意推荐以上产品给家人和朋友们使用，87%的使用者使用后感到皮肤看起来更加年轻，87%的使用者使用后感到皮肤更加光滑和有光泽，74%的使用者使用后感到皮肤变得更加紧实。我太太是产品的最好的受益人，她今年61岁了，使用产品以后短短3个月，她的眼角皱纹和眼袋不见了，6个月以后她的双下巴，松弛的双下巴被提拉上去成了单下巴，整整年轻了10多岁，61岁的女士看起来像50岁不到。我们看一看
在美国市场上的其他使用者的情况。 65% 的使用者使用了仅仅65天，他们的这个脸上的皱纹以及细小的皱纹呢就有明显的改善，有 65% 的这个改善效果。这是男生啊，脸上也是有着一些很小的细纹跟皱纹，可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居然有 52% 的这个皱纹消失了。我们还有一位女士，她是我们六年前最早加盟杰斯的经销商，当时还没有很多人有使用见证，她自告奋勇的说我来使用一下这个产品，看看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她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她用了半边脸，左半边呢使用了产品，而右半边呢保持一个原始状态。结果10个星期以后，她发现了脸部的明显变化。没有使用产品的右半边脸庞，他的眼袋、鼻子旁边的法令纹和嘴角旁边老虎纹依然存在，而且我们明显可以看见他的右半边脸庞呈现一个松弛的状态。相比之下，他使用了我们复活基因精华露产品之后，他的左半边脸庞我们可以看见明显的小于右半边脸庞，呈现出了一种被提拉紧实的一个作用。第二呢，我们看见他的眼袋这个得到改善，鼻子旁边的法令纹得到改善，而且嘴角旁边的老虎纹得到改善。所以他对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兴奋，为此他拜访了洛杉矶一位著名的皮肤科的博士。这位博士用先进的仪器呢给他做了一个透视照相，结果发现了我们这张图片上左边的这个对比。他发现没有使用产品的右半边脸庞，表皮下面的真皮层上布满了毛细血管，黑头白头，而使用了我们产品的左半边脸庞，表皮下面和真皮层之间出现了亮闪闪的一层胶原蛋白。那这个胶原蛋白从哪来的呢？它不是注射进去的，而是由于我们皮肤底层的细胞里面的生长因子被我们的这个复活青春精华露的这个生长因子被激活了，所以他们又开始像年轻时候一样工作，不断的分泌胶原蛋白，所以使皮肤这个得到明显的改善。根据我个人在市场上的了解和家属使用的效果，我敢肯定说这款产品是目前全球美容界在抗衰老方面，在帮助皮肤获得年轻方面一个最先进技术的产品。但是仅仅解决了皮肤的抗衰老还仅仅解决了表面问题，其实人体的衰老更多的是我们看不见的，它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器官和细胞的衰老之上。所以仅仅把皮肤搞年轻了抗衰老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由外而内，由内而外，里外结合，全身体的抗衰老才能真正获得健康和年轻。为此我们公司医疗团队顾问又推出了一款配全精华，帮助我们从身体内部进行细胞抗衰老，恢复健康。那么这款产品的紫颜色让我想到了葡萄，红葡萄。因为最近几十年喝红酒蔚然成风，因为说喝红酒，红酒里面有一款原料叫葡萄籽，而葡萄籽呢可以软化血管，降低血脂肪胆固醇。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真正在红酒里面起作用的不单单是葡萄籽，还有一款很好的植物原料，那就是葡萄皮里的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这个白藜芦醇根据医学研究报告证明，它是自然界植物当中最强的抗氧化剂，它同时还有很好的抗衰老效果，能够激活我们人体基因里面的一个 31 这么一个抗衰老基因，把它激活起来，我们的衰老的程度就明显的减缓，甚至于还能逆反年轻。那么我们公司医疗团队顾问呢，把这款产品的原料配合上自然界里面其他七种最强的抗氧化的植物，包括了巴西紫梅、蓝莓、红石榴、红樱桃、绿茶、芦荟、葡萄籽等这八种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的植物混合在一起，做成了我们的复方白藜芦醇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我们含到口中，
维持30秒钟的时间啊，含在石头下面维持30秒钟时间，它能很快的透过我们的口腔黏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壁，帮助细胞壁上进行这个清除自由基氧化物，同时还能激活我们的抗衰老基因。因此呢，根据很多很多成千上万的医学研究报告和生物关于白藜芦醇的生物研究报告，我们得出了如下的看到了如下的结论，说这款产品这个白藜芦醇的，它能非常有效的这个治疗二型糖尿病，和这个配合呢这个治疗呢这个老年痴呆症。但是呢，我们需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的产品不是药，我们仅仅是一款取自于天然自然界植物的一个保养品。由于它在细胞抗衰老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根据我们医学顾问啊，美国总统医学顾问讲的万病之源细胞生病，所以我们把有问题的细胞进行了一种修补，进行了一种修复啊，帮助被破坏的细胞重新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所以那些毛病的症状就减轻了，就慢慢的得到恢复了啊。所以这款产品对于二型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有非常好的配合治疗的这个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它对于降低心血管三高啊，中风、痛风以及神经性皮炎，还有呢这个预防有效的这个防癌抗癌，都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作用。那么详细的这一方面的科学资料呢，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些搜寻啊，在台湾在中国都已经有些专家把这些学术研究报告呢汇集成一个学术报告集啊，更多的使用者呢是亲身尝试以后呢，觉得这个配全精华对于抗衰老、对于恢复亚健康状态、对于防癌致癌真的有它的一个特别的作用。产品那是没有话讲了，今天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两种产品，从外而内，从内而外呢来帮助细胞抗衰老做个简介，更多的呢是在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产品，一个好的技术，一个好的科学理念，真的可以造福全球十几亿老年化人口和几十亿亚健康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为此呢，我们今天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就可以帮助很多人享受最新的抗衰老松科技技术，从而也对看懂这个商机、看到这个市场的经营者呢，带来一个巨大的改变人生的一个大商机。做杰斯平台，我们可以带来六种收入，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我们杰斯公司的生意模式太先进了，它是一个交互式网购，给我们消费者提供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做消费者，认真使用产品，帮助自己和家人恢复健康。第二，你看好市场，看好这个商机，认真去经营它。通过信息时代嘛，我们传递信息，那么不断的扩大你的全球团队，你就可以像传统生意经营人一样，打造自己的全球连锁网络，做成自己的全球的一个可持续收入系统。而这个系统将给我们带来六种收入，我现在一一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收入是销售利润。经常有朋友问这个产品多少钱呢，我告诉各位，这个产品两种价格，会员价和非会员价。非会员价要 137.95 美金一盒，哇，朋友们说太贵了，我说对啊，我们有你第二个选择，那就是会员价65折，只要 85.95 美金，这当中呢你整整可以少了52块美金。哎，朋友们说，哎呦，当然我要用会员价加盟，我可以使用产品嘛，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做传统生意的人，他们说这当中有52美金的差价，我可以不可以以会员价批发买进来，然后以零售价在市场上卖出去呢？当然可以。那么这个当中呢52美金呢就可以作为你在市场上零售销售的一个利润。当然这是一次性收入，推销一盒卖掉一盒，你才能赚一盒的钱。我们的第二个收入呢是推广返利。传统生意推广靠报纸广告啊，靠这个电视啊媒体广告，或者呢靠名人代言，那个广告费名人代言费那是不低的，非常高。
而我们美商杰斯采用了新的模式，我们公司六年以来不打广告，不找名人代言，把广告费、名人代言费节省下来，给谁呢？给我们传递信息的推广者。我们消费者愿意推广，那么我们就从消费者变为经营者。那这一部分的市场推广费用呢，公司就给我们。推广费用的多少，根据消费者、新的会员购买产品的价格，给予不同的奖励。最少呢是给予$25奖励，最多呢是给予150-250，在亚洲呢，这个最高的呢奖励呢可以达到$500啊。那么也是呢，推广一个呢，公司呢给一个。但是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最感兴趣的，和全球所有杰斯经销商、成功的经销商最感兴趣的，那就是可持续收入。我们杰斯全球市场业绩积分返利，那是一个独特的积分返利模式。因为传统生意你要想做大，就必须要不断的扩大你的网，扩大你的连锁店的规模啊，比如像麦当劳啊，比如像沃尔玛啊等等。那么杰斯也是一样，透过互联网不断的把我们的生意呢扩展到全球。我在过去五年和太太的努力下，我们通过互联网，通过信息相传、口碑相传，我们的生意居然到了40多个国家。我们在网上建立了超过50,000多人的网上连锁店。那么这种模式的话呢，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积分返利。因为我们这个生意它不是靠你推销产品盈利，说推销一个产品我给你多少返利，或者你每个月有多少营销额我按照比例给你多少返利，我们公司不是这个模式。我们是按照你传递信息出去，有哪些消费者，有多少消费者对这个产品新的科学的理念以及它的作用啊相信，那么他自己可以上网去直接购买消费。他每消费一瓶我们可以获得60个积分。那么他不断的传递信息，就不断的有新的会员、新的消费者上网消费。那么我们得到的积分就越来越多。当然那些购买产品的人往往我们是不认识的，或者是 99.999% 的人我们不认识的。因为口碑相传，不同的人传递给更多的人，叫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万传十万、万传百万。那么这些积分就很容易的通过全球各地汇集到我的账户上。公司规定每900个积分可以呢换算$35现金，相当于200人民币。每一周最多可以让我们有750次的机会获奖。那$35乘750次，每周的收入将达到$26,250，这个数字很惊人呐、啊，那是美国蓝领工人一年的年薪收入啊。但是在美商杰斯，我们很多经销商已经每周收入达到了$26,250，那一周收入这么多，一个月呢，那就是乘以4，差不多就是$105,000，相当于在硅谷的高级工程师、电脑工程师一年的年收入。所以这个全球业绩的积分奖励是一个新的这个创业的模式，也是一个新的获利的模式。不需要靠传统生意推销盈利，而只需要传递信息、口碑相传，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上网直接消费，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积分。我们的第四个收入呢，是全球市场管理返利。传统生意要管理，一个店要管理，两个公司也要管理，3-5个店更要管理。我们做全球网络生意的，我们的全球连锁店也需要我们认真管理。当我们把网店管理好了，帮助每一个新加盟的经销消费者很好的使用产品，帮助每一个新的经销商很好的做市场推广的时候，我们会给公司带来大量的利益，也会给我们经销商带来大量的利益。那么我们作为公司和经销商之间的这一层领导总裁级别，我们当然也会得到相应的管理返利。比如说当你做到了翡翠级经理的时候，您就可以得到您的第一代，他获得$35时候，你可以获得2%，也就是$7的自动的公司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做到珍珠级经理，除了第一代奖金 20%， 你还可以得到第二代的奖金 15%。 如果你做到蓝宝经理，你还可以获得第三代的奖金 10%。 这个 20%、15%、10%
都是根据你下面经销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经销商每一次他们获得$35来乘以这个百分比啊。如果做到这个红宝总裁，你可以享受四代奖金，第四代奖金是5%，那么绿宝总裁是5代奖金，也是5%，钻石总裁可以享受第6代奖金，增加5%，那么双钻总裁可以得到7代奖金，也就是第4、第5、第6、第7代奖金各5%啊。这个全球市场管理分立呢，如果你做到非常非常好，做到钻石总裁以上，这一部分的奖金真的可以达到非常惊人的数字。我们第5个收入呢是额外管理收入。如果你推广进来的消费者他不是经销商，他就是自己用产品，如果你每个月有5位这样单纯的消费者，那你第一季的奖金不是 20% 了，而增加 5% 达到 25%。 如果你每个月有10位这样的单纯消费者，那你的第一季奖金增加 10%，从20%增加到30%，也就是$35啊，你可以拿到30%，$10.5，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收入。最后第6个收入是钻石总裁的全球分红。如果我们非常非常的努力，全力以赴，进入系统，按照成功者的经验听话照做的话，你能够在1年、2年、3年时间能够登上我们吉思公司的钻石高峰。当你做到钻石总裁的时候，您可以获得我们的股董待遇，公司给予你股董待分红待遇，公司将按照营销额 3% 作为钻石总裁的分红比例，按照每一个季度分发。那么每一个人分发的时候，当然是按照你自己钻石团队本季度所得到的一个积分的份额来进行分配啊。那么我作为钻石总裁已经1年半的时间了，那每一次这个总裁分红的话呢，我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分到的奖金可以买一台轿车，崭新的轿车。很多公司非常慷慨，年底的时候奖励优秀员工一台轿车，而美商杰斯公司几乎是每一个季度奖励给最杰出的钻石以上的总裁一台轿车。除了现金奖励以外，我们公司还有其他的奖励名额、奖励项目，包括了奖励旅游啊，包括了全球的这个一个培训、全球的会议的促销等等。在过去几年，杰斯公司许多的优秀经销商获得了奖励旅游啊，到了加拿大阿拉斯加游轮旅游，到了夏威夷，到了加勒比海，到了地中海游轮旅游，还去年呢2015年，我们还有几千名的经销商呢获奖呢，到了这个中东的杜拜啊，进行沙漠之旅。那么在今年马上下个月5月份，我们公司有5000多名获奖者将再一次乘坐游轮到地中海、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进行旅游。今年年底更有高达10000名的经销商将获奖到美国参加我们公司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公司7周年年庆的奖励旅游。所以这些生意的奖励模式啊，真的是我做传统旅行社30年，我太太做传统的企业和零售业几十年所没有碰到过的。但是在杰斯我们的优秀的平台，这个优秀的平台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带来了健康、年轻和财富，不但帮助我们自己获得财富和年轻健康，而且还让我们有机会呢帮助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平台获得健康和年轻以及财富自由。下面呢，我将有请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几位经销商的这个杰出代表，也是我们在杰斯平台的成功人士呢，来和大家做分享。我们要请出的第一位分享者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最年轻的红宝总裁 Jack。 我们有请 Jack。 Jack 你好。嗨，和平老师你好。哇，你现在在哪个地位置啊？我现在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哇，回家了，真好，回家真好。不久之前我们还在香港啊，是在这个新加坡见面的，哇，现在又回了这个马来西亚老家了。
因为在杰斯平台你是一位佼佼者，很多人说这个生意啊要有人脉要有经验才行，可是你恰恰相反，几年前你刚刚才19岁你就看到了杰斯这个商机，看懂了杰斯商机，并且呢毫不犹豫抓住这个杰斯商机，一年时间你成了我们的钻石总裁。所以我非常希望你能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是当初怎么看懂杰斯商机的。好，谢谢和平老师。全球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那我现在呢是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我非常荣幸，因为呢在几年前认识的杰斯。在认识杰斯以前呢，我其实是经营自己的网店。我六年前，就是我15岁的时候开始经营我人生中的第一家网店。当时我觉得说天上飞一定比路上走还要快，所以我决定我要创业，我第一家店我就要开在网上。结果15岁到18岁之间呢，一共经营了不同的三家的网店，可是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成绩。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以前没有一个系统，我以前从拿货、送货、囤货、收钱、放账，那非常荣幸、非常幸运的是，在两年多以前呢，我的妈妈，我遇到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妈妈呢，她有一天美容师也是一个企业家，那她跟我说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一看是抗衰老公司，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我，那之后呢了解公司了解系统以后，发现到哎，原来它不是一个卖产品的品牌，就觉得说我自己本身我也能做得到。那可能说我有很多的理由让自己不经营杰斯，可能是我的年龄，可能是我的人脉，可能是我的经验，还有各方面的理由。可是我知道说要成功的话是没有理由的，而且在杰斯它非常简单，它不像以前我经营我的网店所有事情都自己来包办，非常辛苦，也没有师傅，没有教练，没有老师教导我们。而在杰斯这个系统，而且的 US Global System 这个系统当中呢，我提供了我所有我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不需要自己本身有经验，我只是把别人已经被见证成功的方法套在我可能是一个学生的身上，他一样 it works， 都一样可以实行，这个是我非常开心的事情。太棒了，太棒了。那么几年以来你在杰斯得到了什么呢？还是部分的实现了你的理想，还是已经实现了你的理想呢？你下面还有什么打算吗？我在杰斯，我非常开心的是我在这个年纪，因为我自己本身在美国读大学哈，我几个月前呢刚回来马来西亚，那我即将到回美国洛杉矶。我觉得说在经营杰斯之前呢，我是一名大学生，那当然目前呢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只是在这个大学的生涯、大学的生活还有在美国的生活部分呢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满足感，因为消费上、生活上的很多的费用都可以自己做主，那包括说可以过上一个不平凡的大学人生，这个是我很向往，而且这个就是我15岁开始我要创业的其中一个梦想的原因，而今天我实现了小小的这一个梦想。那当然在杰斯这个这么大的平台，我相信我可以得到更多，包括我可以在更早的时间当中、更早的年龄当中得到我的财富自由，这个是我最向往的。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当中，我去年已经游玩了超过10个国家，包括生意还有这个系统平台带到我去，还有游玩到不同的国家。那今年呢，我的梦想是到全球超过15个国家，而杰斯这个平台不仅可以实现我经济上的自由，它还可以实现我时间上还有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还有感谢我的母亲。太棒了，祝福你，太棒了。哇，作为年轻人，谢谢你给全球年轻人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创业榜样，感谢你。好，谢谢丁老师， Thank you。 下面我们有请第二位来自美国的一位红宝总裁见证人，也是我们的一位专业人士。什么专业呢？中医学博士。所以下面呢我们有请戴安娜博士来和大家分享。戴安娜有请。啊，何明老师您好。Hello， 全球的杰斯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戴安娜，现在位于美国加州的洛杉矶，
很高兴何平老师的邀请，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啊，戴安娜，我们都知道啊，您是一位中医学博士，曾经呢在美国呢移民20年，经营过非常非常成功的这个叫专业的一个技能学校，是吧？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几年前选择了杰斯呢？能不能谈谈你的体会？是的，谢谢何平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个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在杰斯的故事。20年前，我因为一个美国梦，我到美国来留学。我完成了我的硕士跟博士的学位，但是呢，因为这个美国梦呢，学业的这个压力，加上我自己又创业当老板，那么这个创业的压力呢，造成我这个在2006年呢7月跟8月两次胃出血，那么送医院急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虽然赚到了这个财富，但是我失去了健康，同时呢，我失去了陪伴我小孩成长的这个时间，这是我心中很大的遗憾。我非常感激美桑杰斯的产品，帮我从由里而外，由外而内，我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因为我的分享呢，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同时我周遭的朋友，甚至于我教过的学生、我看过的病人，他们都因为我自己受益，我不断的跟他们分享，他们在这个精神在健康上面都有非常大的改变。那么也因为我这个不停的这个积极的分享，一颗想要帮助人的心呢，我没有想到我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有几十个国家都有我的加盟的经销商。比方说我从来没去过杜拜之前，我在杜拜有经销商，我在没有去过Australia 澳洲，但是我在那边有许多的加盟的经销商，甚至我在厄瓜多，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在日本，我在韩国，在大中华地区很多美丽的城市都有我的事业上的伙伴。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反思，过去20年我传统的职业让我每年只能回去看我的父母一次，一次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呢，杰斯这个平台让我呢带了一个手机，我就可以经营这个革命性的平台，让我非常的开心。哇，戴安娜博士，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太棒了。好，我们下面呢有请第三位这个分享者，好不好？那个第三位分享者呢是 Joanne， 她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 Joanne 在吗？我在。哇，九二你好，是不是现在在澳大利亚哪个城市啊？啊，墨尔本。哦 ，Melbourne， 哇，太棒了。九二呢？对，一位企业高管，哇，过去17年，他的企业生涯让他呢走遍全世界，担任过跨国企业的副总裁。2013年，他慧眼识珍珠，看到了杰斯商机，所以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下。当初你是怎么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让你觉得要抓住杰斯商机呢？有请。谢谢何平老师，也非常感谢系统给我一个机会哈，跟大家分享我的小小的故事。其实呢，我没有马上看懂啊，虽然我挺多的啊，就是我有个硕士学位，运用经济硕士学位，但是呢碰到杰斯的时候呢，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刚开始的时候纯粹就是因为身体在生了孩子之后不太好啊，状态不好，所以一直在找好的产品来照顾自己，那就认识了杰斯，也非常感恩朋友的介绍。但是呢我还是花了一定的时间，至少一年半的时间呢，才开始看懂原来这个平台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哈。那从一个可能属于比较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呢，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平台的深度跟宽度。那么我是有一次非常非常的幸运，我跟着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Kim Hui 女士来到了澳大利亚，跟着她5天跑了4个城市，就从早到晚呢都是马不停蹄的一直在做事业。在她身边呢，我看到了真正的这个事业的内涵跟意义。那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呢，跟先生就是讨论，那时候就是说
哎，我先生他背景也，他书读的比我还多，他有个博士，生物科技的博士学位。那呢，其实简单的算了一下，就我高管的薪水，加上他每个月给政府打工的薪水，加起来的话呢，其实算是非常的舒服，但是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致富呢，还不至于，过得舒舒服服的还可以。那我们发觉呢，其实在杰斯，如果我愿意放入时间跟精力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年薪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月的薪水。Wow.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选择放弃了我们的我的事业哈，因为我其实上班上了17年，那我就毅然的全都放下，然后就从零开始在杰斯打造我的这个将来的这个经济自由。对，哇，太棒了，太棒了。那么经过了几年努力，你现在已经成了红宝总裁，真的非常非常棒。而据我们所知，红宝仅仅是成功台阶上的最重要的一步，可是还有很多高峰在前面，所以想问你一下，是的，未来你在杰斯想得到什么？其实我在杰斯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梦想，就是想尝试一下，在我今年42岁，接触杰斯我38，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从来没有做过生意啊，不敢想会赚很多的钱，但是非常喜欢杰斯的这个生活方式，全球去旅游，然后可以让自己美美的、健康的，又可以帮到很多人达到同样的目的，然后又可以赚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在经过这几年的奋斗之后，小小的成绩，非常感谢系统，非常感谢团队的支持。那我接下来呢，真的我希望能够向和平老师看齐。接下来给我自己一两年的时间，最多吧，希望能够成为钻石总裁，能够回馈更多更多的人，帮到更多的人。OK， 非常棒，非常棒 ，Go Diamond， 感谢 Diana 的分享 ，Go Diamond， 小爱的分享啊，小爱的分享。OK， 好，谢谢，好，再见。我们将有请第四位，我们杰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成功者，我们的来自香港的钻石总裁 Patrick 在吗？嗨，何斌大哥你好。Patrick 你好，今天你是在香港还是在欧洲啊？没有啦，我在香港，我在家里。哇，太爽了，我通过你家里的这个玻璃窗啊，我看见香港的，哇，真的非常漂亮的景色。很好天气啊，今天我们现在香港是早上的十点多早上。哇，刚刚我们采访了三位朋友， Jack 在这个马来西亚，Joanne 在美国，这个 Diana 在美国， Joanne 在澳大利亚， yeah. 现在你在香港，难道我们都是在做全球网上生意，都是在家里做吗？哇，哎，是这样的。根据我这几年对你的了解，你在过去的职业生涯当中20多年一直是非常成功的这个企业经营者，可是在几年前，3年多前吧，我觉得你做了一个人生当中的，也是你自己分享的，做了一个最明智最聪明的决定，选择了杰斯。我们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让你选择杰斯呢？啊，好，我想啊，你刚刚说我以前很成功，过去了嘛，而且啊，我觉得最重要，以前根本我是失败，因为在过去的20年啊，我创业20年啊，那高高低低，那在高峰的时候，对，我赚到钱了，但是我没时间。那但是跌下来的时候，我不是到零啊，我去到负债。那所以过去20年呢，高高低低。在2012年的12月份，那我就决定，我这真的我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那所以呢，当时候我们的双钻 Harris 啊，他就跟我分享杰斯嘛。那分享完以后，马上我就决定，因为什么？因为就是两个字，我要改变。因为以前你知道吧？我在20年的过期呢，我跟我老婆结婚11年了，很真的很不好意思的，我度蜜月都没有跟她去过。那我两个孩子，现在我大的孩子11岁了。那在我发展杰斯之前呢，我一次出国旅游的机会都没有，我没有跟他们坐过飞机啊。那所以最重要，我真的生活我要改变，我要时间的自由。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加入杰斯嘛，全力去拼。
哇，太棒了，太棒了！在杰斯，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拼得很厉害的人，看准了商机就非常努力。短短一年时间呢，你就从一个连蓝宝还不是的普通的消费者经销商，就一下子冲上了钻石总裁，让我们比你早一两年加盟杰斯人都掉在后面。哇，这个经验你能跟我分享一下吗？没有了，你们是我的前辈，你知道吗？跟大哥，我在你的身上，在其他钻石身上，我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最重要了，我觉得，真的，运用系统，因为什么呢？我真的发现，哇姐三年了，我跟以前过去的二十年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钱曾经赚过，那但是没时间，那但是现在呢，我跟你讲啊。我跟我的太太、跟我两个儿子、跟我的伙伴出国去旅游去玩了、啊，就在这三年时间呢、啊，我离开香港已经超过18次，而且啊，我去玩的时候啊，我的收入没停的，都是不断的来的。你看，以前我的传统的生意，我创业的时候哪里有这个机会啊？生意啊，我看上一眼呐、啊、都不行啊。那所以现在我的生意已经发展到36个国家。有5万多，差不多6万家的网店已经加盟了。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些的网店呢？每分每秒啊，他们不管在什么的国家，他们消费都跟我拉上关系。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过去20年，我就是打我个人的能力，我就以为我自己是超人啊，好厉害啊，我人生根本没有系统啊。那来到杰斯的时候啊，认识了 Kim Harris 啊，还有好多很优秀的钻石的总裁都叫到我，就说要用系统创富。那我就醒了，那我就觉得我要不要享受我的人生，我说我要。那所以呢，我就跟着系统去做。那所以呢，姐，刚刚你说我一年打拼出来的钻石啊，老实说真的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打出来的，我没有用个人的能力，我就是借力在系统啊。对，太棒了。Patrick， 感谢你的分享，真的谢谢各位大哥。我想一定会让和刚刚几位朋友的分享，一定会让我们全球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啊，不管是已经加盟杰斯的会员，还是呢，第一次被朋友邀请上网来分享信息的新朋友，我想应该给大家一个新的启发，新的时代，新的市场，新的观念，新的模式，当然也包括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如果我们能用新的观念、新的思路来看的话，这真的是放在我们面前一个最大最大的商机，因为它包括着几十亿人对健康的需求、对抗衰老的需求，代表着生物科技它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趋势，更代表着互联网可以把我们全球的人脉通过信息渠道结合起来，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平凡的人生。我和我太太在杰斯和其他朋友一样，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了我们几十年过去职业生涯当中所得到的。展望未来，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因为杰斯平台不但造福我们自己个人，而且还将借这机会呢，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帮助到全球千千万万数以亿计的朋友获得健康、年轻和财富自由。好，各位线上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网上的这个事业说明会分享呢就到这里。每一个星期，我们美商杰斯 USGS 系统都将会运用我们云端互联网高清技术来做网上事业分享。具体时间是美国时间每周星期二的下午6点和8点，星期五晚上10点，向全球做网上视频的一个分享。那么在亚洲和中国大陆呢，是每个星期三的上午9点和11点，以及每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我们都有网上的一个事业说明会的最新商机分享。好，欢迎呢大家呢上网来收听。今天呢我们事业说明会做到这里，谢谢大家。